你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？我叫阿林，去给太子妃送香囊。这个太子妃为何假扮侍女？是他。医官说苏嬷的眼疾是由鸩毒所伤。你是阿林？是我。是把这个布浸在这个药中吗？是。你眼睛怎么受伤的呀？之前看到太亮的东西，不小心伤了眼睛。药好了吗？好了，我帮你敷吧。好。你真的是侍女吗？当然是。这样的手法没少挨骂吧？好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今日是十五，月亮很圆，我们去赏月吧。你都看不见怎么赏月啊？你可以看见啊，现在大家都休息了，不会被人发现的。你可以带我过去吗？原来镜塔上看到的月亮是不一样的。用这片星辰大海看，会看到更美的东西。星辰大海，这叶子还有名字啊？怎么看啊？我从来没有这样看过月亮，这样看好像看到大海吗？我没有看过大海，你见过大海吗？哇，真好看啊，简直和大海一模一样，好神奇啊。你们不是说没见过大海吗？怎么知道大海长什么样子？不怕我骗你们啊？我也没有见过，我只是听别人说用这个看可以看到大海。那个人是你的家人吗？叶子，你说好。我已经没有家人了，我母亲很早就去世了。对不起啊。有什么好道歉的？
又不是你让我没有家人。我不该提起你的伤心事。都过了这么久，早就没感觉了。是吗？其实我很小的时候，母亲就已经离开了。可是，我现在经常会想，她在那边过得好不好？她一个人的时候，会不会觉得很孤独？我真的要伤害她吗？你先回吧，我想再留一会儿。看来太子殿下对本王很是不满呢。哼，亲王自己做了什么，自己心里清楚啊。本王对王上一直忠心耿耿，为空桑做了很多事情，不知道太子殿下说的是哪一件呢？做了很多事，行，我问问你，这前线上的兵器、粮草、甲胄补给不足，为什么呀？你想让战士们如何抵抗强敌？敌军压境，你想让他们送死吗？还为空桑做了很多事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怪不得太子殿下如此气愤，原来是因为这件事啊。太子殿下，你刚从蛮荒之地回来，对空桑的国政人心不太了解，本王愿意为太子殿下指点一二。西京的那道城壮不过是以补充粮草兵器甲胄为名，借机中饱私囊罢了。王上，这件事您也是应允了的啊？他满嘴狗屁。太子殿下不可无礼。哎呀，王上保重身体，太子殿下不要再冒犯王上了，枉费王上的一片苦心。几十年来王上一直受万民拥戴，空桑国泰民安，王上创下的基业不是你这个刚回来的太子可以随便质疑的。这空桑有你这一君一臣迟早完蛋。